经文第一句话，共生不及之物，这话说的太好了啊！大家都在争，拼命在争，争的是什么不要紧的事情啊，只是人借共争无关紧要的事，不重本身急迫的大事啊，不知无常迅速，生死死大了。这两句话重要啊，这真正是急迫的大事，收获了啊，明文利养，七情无欲，根本就是带不去的，得不到的。所以天天搞这个东西错了，把时间精神都放在这上面啊，以为能得到，殊不知全是假的。那我们看到世间的灾难，那没亲眼看到的，但是我们从电视上看到，距离我们最近的前年日本的大海啸，是311大海啸啊，这个海啸才只有3米啊，啊，好像是不是很大啊，你看看生命财产损失多严重如果有个30米的海啸，啊，一个城市，一个村庄，几秒钟就没有了，啊，生命财产全没有了，啊，地震，我们也是在新闻报道里面看到汶川的大地震。啊，水灾、旱灾、啊，血灾。你回身想想，连身体都保不住，何况身外之物。啊，几分钟几秒钟之间就没有了。经里面说得好啊，不急之物赶快放下了。聂老在这里说了三句话：淡泰名利，故忧苦万端，无有出期。稍稍有一点智慧的人，都会想到。怎么会迷到这样的程度？啊，严重的贪名贪利，因为贪名贪利，不择手段，
啊，损人利己。眼前纵然贪得了，你能享几天？而且呢，在享受的时候，你的良心不安了。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，你受良心责备；那没有良心呢，你的果报在无间地狱。又何必干这些坏事？所以有苦，万端是形容啊，无有出期，没办法离开有苦。如会所云，夫物有本末，事有缓急，一办了一大事，危机先悟啊。会所里头有个比喻，说明物有本末啊，事有先后，什么事情重要要先办，次要的事情慢慢来啊。那人生一生最大的事情，怎样脱离六道轮回？这大事实在脱不掉，如何才能够啊，让我们自己超生，升到天道？啊，这也行。啊，千万不能任性。不能随顺烦恼，随顺烦恼的时候一定堕三恶道，地狱恶鬼出生，这就错了，大错特错了，真的是无有出息了。堕到三途，三途进去很容易啊，出来好难啊。啊，地狱恶鬼大家知道，那出生呢？出生好像很容易啊，就投胎，投到鸡胎变成鸡，那个鸡还不到几个月就被人杀掉了，那好像很容易吧？其实不然，投畜生道要算多少次啊？你比如投的鸡道，你这一生吃了多少只鸡？杀了多少只鸡？啊，杀了一百只鸡，要投一百次的鸡，死了还是鸡，被杀然后死了还是鸡，到一百次你才能够离开鸡的身体超生，都是这样的呀，麻烦大了。你要投吃这些小鱼，吃一些沙米，经上说得好啊，吃他半斤啊，还他八两啊。你这一餐吃多少只？你将来要都变这个身还他，你要还多少次啊？投像这样小动物，恐怕他几百次、几千次，啊，死了又变他，死了又变他，啊，让我们想起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了一个故事，啊，奇缘精舍，当时盖房子，有工程，佛在工地看到一窝蚂蚁，就笑起来了。啊，佛身边这些弟子向佛请教，佛为什么笑？笑什么？佛就说：“我笑这一窝蚂蚁。”
你们大家看看，那都是阿罗汉。阿罗汉的神通能看五百世。你们看看这个蚂蚁，它在这个窝里头窝藏了多久时间？阿罗汉一看了，摇头。啊，怎么五百世他还没有离开蚂蚁身？佛告诉大家，佛眼看他七尊佛过世了，他还没有离开蚂蚁身。一尊佛就算是三个阿僧祇劫，三期21个阿僧祇劫，他没有离开蚂蚁身。就是蚂蚁死了又是蚂蚁，蚂蚁死了还在这个窝里头做蚂蚁，生生世世七尊佛过去，他都没有能够脱离蚂蚁身，说明地狱不能去，恶鬼不能去，畜生也不能去啊。我到真的去容易，出来好难好难。真正是受苦万端呐！啊，那回过头来，我们想到这一生的人生多幸运啊！人的寿命不长，如何能叫我们成无量寿？这是大事，没有比这更大了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无量寿，就是无量光。还有比这个事情更大吗？没有了。那会所里面举了个比喻，一定是以办了一大事为急行物与先干，这个事情急一定要摆在第一优先。譬如人入大乘中啊，出外面办事要进这个城市，一定呢先要找一个旅馆啊，把这个晚上居住休息的地方先找好，然后再出去办事啊，先安顿下来啊，敌目昏黑，再有投宿之地啊。啊，到晚上事情办好了，你有地方休息，先把休息地方找好。啊，这是比喻。啊，下面呢要说出比喻的是什么？先灭暗下处者，修净土之位也。这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这个教训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！先把净土取得了，我什么时候往生都可以，住几年不妨，说去就去，在这个地方办什么事情都不障碍。如果净土没有把握，这个事情不管办得好不好，来生要搞六道轮回，这一生的人生的机会缘分呢，错过了，这才叫真可惜啊，这才叫真错了啊。
你遇到了超绝轮回的这个机缘，你怎么不把它抓住？还干这个傻事？啊，给别人争名夺利，你的名跟利全是假的，你决定得不到。啊，到头一场空，非常可能你躲三恶道。为什么？心行不善，争名夺利的心啊，这是三恶道的心啊，不是人天福报。敌昏，敌目昏黑者，大限到来之谓也。寿命到来哇！有投宿之地呢，生莲花中啊，不落恶道啊。啊，这一朵莲花了，阿弥陀佛会把他带到极乐世界，放在七宝池中啊，等你花开见佛，你一生圆满成佛了。然，这个然是感叹。诸人就是众生，还于火鸡之死，往生极乐世界是火鸡之死，把他收获了，没有认真在做，走什么呢？走不急之境，这个事情这都是不急的经验。这个世间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不急的经验。没人知道大命将尽虽回何以啊，等到寿命后悔莫及啊！遇到了净土，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？啊，这个事情确实，到临终咽气的时候后悔，后悔来不及了。下面一句，巨恶疾苦，巨者甚也，最苦的、最严重的苦、最大的苦，称之为巨啊。着实，卧苦品里头说，为此无我世界最为巨苦啊！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弥陀经上也著说无著我世，我们处在这个环境，啊，比什么都苦，做坏事后头还有三恶道，做好事也苦啊，众生没有福，所以好事不能成就啊，好事一定要众生有福报啊，他才能成就，众生才能得福，众生没福，你要做好事那得受苦，受苦未必能成就。
又曰：如是，无我，无痛，无烧，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呐。这是卧苦，在后面两品，我们现在这33品，这35品，到那个地方，我们会学到。啊，我是因，苦是苦，杀道阎王酒，这是五种卧。不但是卧，是巨卧。造卧呢，感受卧苦。这个卧骨名叫无痛无烧，无痛是现实的啊，现在你所受的，无烧是来世，无烧多半是讲地狱，地狱是一片火海啊，造地狱业怎么能不受地狱苦报呢？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！我们动一个念头啊，一定要想想啊，后头有什么样的果报啊？如果要知道了，不敢做了啊！别人对我不好，我吃了亏了，他占了便宜了，我心里不服。如果我还有一点智慧，我就想一想，我要不要报复他？我报复他，他也不服，他将来又报复我，这样变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彼此双方的痛苦，算了，这就对了，一笔勾销啊，能忍受，不要干后面生生世世的果报。但是这个害我的人，他受不受报？有受报，不是我报复他，他是受什么？他是受自然的报应。啊，他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就像他对我，哎，他自然遇到，啊，不说不说，如果不想干，为什么叫现罪？他本身有罪，啊，我不怪他，他本身有罪，所以卧念不能起，卧事不能干呐。真的害别人就是害自己，而且害得非常凄惨啊！原谅别人是原谅自己，帮助别人是帮助自己。他说这是圣人佛菩萨教给我们的，我们要不受到佛菩萨教诲，怎么会知道啊？报复好像是理所当然啊，你骂我一句我都骂你两句，你打我一拳我都打你两拳啊，在今天这个社会大家看到这是正常的啊，如果人家骂了你打了你不回话，哎，这不正常，这奇怪了啊，这个就是人生的价值观颠倒了。
五常没有了，五伦没有了，四维八德没有了，人不像人的样子。啊，外表像个人样子，他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不像。啊，所以这些都是不急的，不急的，天天干，干得非常起劲。幸运持名是最急的，反而不干，那把它忘掉了。啊，一切时，一切处，分秒必争，不要把一秒钟空过了。这一秒钟念一句佛号，那绝不能把这一秒钟错过。那佛号忘掉了，叫身念，佛念失掉了，是一念。都是过失，要是几分钟十年，几个小时十年，这不能往生了。这个问题是真严重啊。啊，无痛无烧，如火烧身，故曰疾苦。啊，又会说曰：人是言也。又如何惧？炎炎是难过，发烧发热，故曰惧我疾苦。啊，这要认清楚。我们活在世间真苦，无论什么人，贫富贵贱都苦，贫贱人贫贱人的苦楚，富贵人有富贵人的苦楚，甚至富贵人的苦比贫贱人还多。贫贱人苦在什么？没吃的，没穿的。啊，富贵人的那个苦，患得患失，没有得到的想得到，得到的怕丢掉。啊，天天在担心，最后还是等于零，还是完全等于空。一场空，啊，他的苦比贫贱人还要苦。啊，情深淫物啊，以自戒己。会所说，淫经淫，专利于事，这叫物。啊，事物，是以勤劳其身。古云情深啊，在那里工作，这个工作是为什么？为贪名贪利，为贪图享受，为损人利己，干这个啊，甚至于现在人干的这个业可不得了啊，损害人民为自己，损害国家为自己，这是无间地狱。
佛法里面讲道戒啊，偷盗，你偷一个人的财物，你的债主只有一个，将来就还他一个人，好办呐、啊！如果这个财物是公共的，啊，是县政府的财物，啊，比如一个电话亭，这公用电话，啊，是属于市政府的，你把它偷去了，那么市政府的钱从哪来的？人民的税收，这一县的人都有份。那么换句话，这一县的人都是你的债主，你将来要还一个县的人要还这个债，麻烦可大了。那要是国家的财产就更不得了了。啊，中国的国家财产可不能动这个不善的念头啊，因为你要偷着国家的财产，中国的国家有十几亿人，你的债主有十几亿。你怎么还得清？啊，《地藏经》上有一段话说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：“你造恶，造了十恶五逆，佛说我都能救你。”啊！但是你到生起无啊，佛不能救你。生起无就是寺庙的、出家人的。为什么？变法界、虚空界有多少出家人？不是说一个地球，法界、虚空界所有的佛道场，所有的佛弟子全是你的债主，为什么还不清的？啊，所以盗出家人的罪，这个财物的罪，比盗国家的不知道重多少倍也，算不清的。啊，世主一粒米大入须弥山了，今生不了道，皮毛待去还。施主对于寺庙的要供养，他的期望太大了，他希望你接受他的供养，你将来修行成果，他沾光啊，他得福。如果你要没有修行，你要造恶业多恶道了，将来生生世世披毛戴去还了。啊，这些事情我们要细心去思维去观察，然后你才完全明了。啊，把占别人便宜的念头要断得干干净净。比如说占人便宜的念头是盗心啊，偷盗的行为是从这来的，要把盗心断掉，不义之财决定不能取，取了决定有罪，而且罪很重。